新赛季最推荐的英雄，如果你的本名是这个，我敢说肯定在新赛季上大分。没错，就是哥雅。其实鸟哥是不会玩这个英雄的。别问鸟哥为啥知道的，因为在赛季的第一天，鸟哥就已经打上最强王者了。经过这么多次对局，发现格雅登场率异常的高，玩的多就算了，基本上格雅在哪边哪边都会赢，这绝对不是巧合。因为鸟哥排到的队友以及对手实力非常强，当时还特意截了个图，看到没，国服最强鲁班大师117段中路，第一天巅峰分数就已经达到了1620了，23000火舞、20000分婉儿，还有91段发育路。国服最强黄忠、狄仁杰、数字标、鲁班跟艾琳，还有国服最强周瑜、80段中路，全是主播路人王。这些对局，格雅都是非进必选的存在。咋的？还不够证明格雅70射手的强度吗？打不过就加入，鸟哥也试玩了一下，不玩不知道，一玩是真香呀！终于明白格雅为什么这么强了。射手的强度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他的自保能力。只有活着才有输出，别看摩托车移动得很慢，但是它能位移的距离非常远，一层强化平 A 位移一点点，一技能位移一点点，二技能位移一点点，加起来就能快速跟敌人拉开距离。如果不是那种非常会玩的刺客，完全摸不到格雅。有生存空间自然就有输出空间，它能不强吗？70当之无愧。然后就是它的输出非常高，特别是出完无尽影刃之后，一般脆皮根本扛不住，逮住就是秒，对吧？生存跟输出全都不缺，要伤害有移速，要移速有位移，要位移有团控。最关键的是格雅的攻击方式非常特殊，360度无死角平 A， 也就是说你面朝前方可以不用扭头能打到后方的敌人，别人追你可以边跑边点平 A 键，追又追不上，打又打不死，还会被反杀，你说气不气？然后就是这个英雄的续航，首先召唤师技能都是带狂暴，不吹不黑，续航是真猛，都给你们看一波就知道。注意血条，我小半血，开完狂暴看回血速度，好家伙，这比鸟哥视频下方的进度条都快吧，简直就是两个拳手的回血速度。闹呢，这还不缺。Thank you.